演员的话，多找一些这个的表演的题材，对不对？在舞台上做很好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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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六号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今年22岁，来自台北，然后我的职业是喜剧演员，我的兴趣是表演脱口秀，然后我的偶像是吴青峰还有卢广仲。哎呦，文青系的。哎呦 okay。妈妈，冰环，它是一个没有灯蕊的蜡烛，对，永远。哎，我们在想说，长得像卢广仲，应该可以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被你骗了，哇，那哎，你外貌这样，然后又不会唱歌，那你活着要干嘛？有什么专长吗？有什么秀一下吗？我本身是喜剧演员。喜剧那个也算是一种表演，其实是一种喜剧。所以刚刚可能他是用演的，对，叫做贺龙啊，贺龙，哎，贺龙，贺龙目前是读书还是怎么样？还在念，还在念，哪一个科系？我念经济。经济啊，嗯，对，经济系，你会找份正当的工作。好的，注意哦，谢谢。只有不要来，注意注意哦，谢谢。好了，人家打歌，你还不要唱个22666？人家好不容易出唱片，你如果想要当喜剧演员的话，多找一些这个的表演的题材，对不对？在舞台上做很好。不要再来了。好了，没你的事了，哦，先下去跟他们聊天去了啊。加油加油！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里新闻网的朋友们。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天就可吉祥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